援军出击。打一把大虫子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渴望那些没那么平时的东西。有东西可以嚼一嚼啊。大虫子不要害怕，重印大虫子啊，只有那三下打人掉血，然后就不掉血了。绝望就是左右。温存呀。回家了，我直接来攻树海吧。既然这个大虫子是出攻速的，我们也出攻速。他是重印，我们也得速度快一点。我们可以野区去看一眼啊，这波龙王没有蓝了，往野区走一波，有没有技能？勾引一手啊，闪现。吞推。假装往上走，其实不严。这波来杀卡萨丁，我没有皮孩，卡萨丁走不了，太装备了。耶，还有闪现啊，小心点。推，哎呀，韦沙路收兵。我线儿炸了，没事儿，炸炸吧。最终每个人都会在下游。哎呦啊！螳螂来，哎呀，这有点烦。好烦啊，螳螂，可恶的螳螂。哎呀，这波我把大虫子杀了，我这叫起飞。个老螳螂。这回我们的线算是有点炸了。啊，算是有点炸了。风味的浓郁度是让我流口水的东西。没这螳螂就好了。吞，推，小虫子，这么小，他跟我大舌头玩。
你都没我舌头大。我想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闪现。过来堵他。那能扣到吗？吃撑了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吞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吃错了。五个炮车，舔，没舔住，舔住我们估计能走。这螳螂真烦人呐，这螳螂啊，拦也不打，可恶的螳螂，真可恶啊！早晚有一天，我得把这螳螂给它吃了。520了，哎，你们。没什么能摆脱饥饿的。他也是冰拳，冰拳倒没有事。信号从来不会动摇。等一会儿啊，在这等一下。我得在峡谷先锋这里插个眼，我快递下来，我来个快递。这波我们去下啊，河流之王正在路上，远跑了，闪现吞，推，吞，推，是个样儿。你有鼻孩吗？哎，拿下。上路不要了，我这舌战群儒，先回家啊，先出点装备。然后我们来个板儿奖。那龙王死哪了？这把可不太好打呀。那蜘蛛五级，对面螳螂八级，五打八，对面还双虚空、三虚空，真实伤害。破败，等一会儿，不着急，先把板甲出了，因为我们跑得太慢了，现在得跑得快，你得能追得到人。
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螳螂在下路，赶紧把上塔拔了。拔完上塔，我们就解放了，赶紧去帮队友。不是我这玩了吗？我这玩呢不是那么特别烈，我们得要近能切得来。这个 ADC 他得起来，一开始算了，螳螂来了就算了，拉倒吧，饶他一命，我们回家。我要出破败了。啊，不敢上，没事，我在你旁边。拿下我的小帽子。现在的龙王没有一点点用，没有一点用，没有用。河流之王，哎，这卡萨丁吧，移动速度还贼快。我们要杀就先杀卡萨丁啊！滚，飞，闪现。你给我跑来，好了，回家了，看看能不能破败。去下路看看能不能杀个小黄毛，来来来来来，走兄弟们，这个人头咱不抢了啊，就是算了吧，那还是拿了得了。为什么给这个人头拿了呢？因为防止有的人说我超凡。我先给你杀15个，然后再给队友拿点人头。这把要做好1打5的准备了，兄弟们。把这打了，把这蓝打了，这卡萨丁不能给他来。我舔这个回点蓝，要不然咱没有技能。减速，这走不了了。再减，减速，减速，减速，上去追！
见快递了，快走吧。可败了，可败出完出什么呢？出巨酒，放点蓄须，来点蓄须。直接上！吞推推，有意没有？没事，被我粘住了。给这蜘蛛了，咱不要这人头了啊，就给蜘蛛了，让他们。哎呀，给我吃了，谁给我下当的呀？哎呀，御空掠夺者那不行啊。芬女儿跟我说太帅了，然后我们就死了。哎呀，太帅了，一些中吧，一些中推吧，兄弟们，太帅了，然后我们就死了。那螳螂伤害孤立无援，伤害太高了，差点护甲装。任何有深度的东西都是虚的。死快了。螳螂让我 A 一下就行，闪现靠，他怎么还有炸呀？小龙来把小龙打了，我吃个这个。现在得想办法怎么能把这团队经济给他拉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怎么能让团队经济领先一点？我个人领先没有用。我的食谱广阔无比。来，上路抓个卡萨丁。我在这等着他，这些都给你们了，我都一个都不要。来吧，来来来来，螳螂搁里头呢。
啊，可以大龙，来来来来，可以大龙，可以大龙。无法吞掉这个野怪，大龙不让吞，你知道吧？来吧，小黄毛，撤！你撤，你撤！来，我粘住他。哎呀，卡萨丁有鞋吗？漂亮，螳螂死了，退！这小黄毛还敢上来？退！一波能不能？能不能一波？能一波就赶紧一波啊！我们这个英雄啊，他不是一个能一打五的英雄，你就得给这团队经济就得多一点。虽然说我们大家队友不太行，但是他们有斗志。